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江。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卫衣。这款卫衣呢，它是属于那种粉粉的浅粉呢。现在我把它打开，这个价格不贵的，是115，比较平价。然后里面是加绒的，我现在把它打开了，看一下里面的绒。这种绒它不容易掉毛的，你来看一下，还是可以的，做工也可以，这个价格也挺值的。现在我把它试上身，给大家看一下效果。这里它是刺绣的哟。好了，已经穿上身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搭配一个米色的裤子，运动裤，比较温柔的一点。这个颜色好显斑哦，对吧？比较温柔的这一穿，配一个浅色的下面，好温柔哦。而且这个颜色也很衬肤色，对吧？下面也可以配一个浅蓝色的牛仔裤，也是很不错的。这种就是温柔风的一个休闲的。这种的话，你背一个包的话就非常非常喜欢了，真的好温柔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感觉就出来了。其实穿衣服的话，就肯定要看这种配饰了，挎一个包就明显的感觉整体的感觉就很好。好了，那这件的话呢，就分享到这了。如果喜欢小教授频道，记得关注，感谢大家收看啦，拜拜，下期再见喽。